高队长，新四军的主力到底在什么地方？可能是听说皇军大部队来了，吓跑了吧。高三，你不了解，新四军主力是不会主动逃走的。命令的，部队全员撤退，きちんと探せ。 高队长，这情报打的不准，这明明是游击队。就因为你错误的情报，帝国损失了3名优秀的军人。今天晚上你亲自带队巡逻，算是对你的惩罚。 说话就开枪了！新四军，开枪！妈呀，都他妈不要命了！对面也就一两个人，给我冲！抓活的，谁要是不冲，老子毙了他！ 跟上！姐姐。 铁蛋，哪打枪的？司令姐，是马场方向的枪声。不对，听的动静好像没有马场那么远。是马场东面的小河边。听枪声人应该不多。肯定是指导员他们，同志们，出发！好。他只有一个人，给我做活的，回去以后重重有赏。 妈的，废物！废物！他没子弹了，给我射！队长被打死了，快撤！ 铁蛋，哥，我总算找到你了，我还以为你……行了，小老爷们还掉什么眼泪疙瘩呀？啊，行了，这样看着多丢人啊！你看哥，这不好着呢吗？啊，行了，都一边去，我跟你哥有话说。好，走走。
你来的可太及时了，我跟你讲，再晚来一会儿，我真就见阎王去了。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出来啊？还没问你呢，指导员呢？指导员被我藏起来了。虽然说是有大鱼到这好好伺候着，可是红英受伤了。怎么就受伤了？我临走时怎么嘱咐的你啊？怎么就受伤了呢？你看你，我把话说完呢。那天咱们就跑丢了，这有火警。行不行？我得回。回来，回来！你找人去救他。这是火急火燎的，听我把话说完。咱是要救红英，可是啊，也得把那些被小鬼子骗回马场的铁工们救回来。太君，太君，我就一时糊涂，发两句牢骚，我对皇军绝对是忠心不二的，苍天可见。高九爷，看到我很吃惊吗？你怎么进来的？你高九爷，别来无恙啊！哎，九爷，九爷，听说今天来了个铁工。啊，是啊，闹腾了半天，够消停味儿。开门。哎，是。我，哎，呀，你等着。你们，这咱不说好的吗？咱们。谁跟你说好了？谁跟他说好了？我没说过。他说的。我跟你讲，这儿我是当家的，我说什么是什么，他们说的都不算，知道吗？哎，您当家，您当家。小贾到，把他给我看好了。是。给我站好了。四位的，天飞，情况怎么样？一切顺利。红英呢？四妹妹呢？你了，急死我了！哦，对，你受伤了，伤哪了？没事了，都好了，真没事了。嗯，那就好，那就好，急死我了，别急了。姓高的，你这狗汉奸！四妹，四妹咋？四妹，快撤退！快撤！撤！快！快！快！